是呢，我们黄心爱和 LB 的直播哈，他现在正在直播，也跟我们这个在 LB 现场的朋友问候一下哈。现在呢，我们在高雄黄心爱和这里呢，你看全场爆满哈。现在今天晚上可以说全台湾哈。
最健康也最安全最愉快的就在这里哈。那我喊一二三哈，我们现场朋友站起来挥个手一下好不好？也希望呢我们高雄这个美好的地方能够怎么样继续传承下去好不好？来来准备要转过来，然后转过来，一二三站起来。